我要替你想办法。你完蛋！兰姐，这么搞我，我绝对不靠你，我是想换情人。老娘要切瓜买，等住！什么？还要加班？我若是加班公司，一定紧紧地当平时公司迄个反对的声音嘛。你以前你也是别有问题，别个说问题，你想要开心？你完了不？你今仔用爸爸来吃，明仔那个哥会调到转来，调要做你亏。这些年来，你和我的努力，我受的委屈，我一定会还你，而且是加倍。是周正哲，一定是来找哥算账的。你去通知爸。周正哲这摆秘书是无名之徒呢，我唔知对家风做出什么款的代志。吴家风，你请客，就去做好大件事。你千万冲动啊！我先好，我没有人替你想办法。你完蛋！兰姐，这么搞我，我绝对不靠你，我是上万情人。老娘你也切我麦，等住！